行，嗯，就跟朋友嘞，咱俩也去成朋友了吧？成也成了，在这卫生院当官。在这卫生院能换成俺去成吗？去人家给做个手术，人家啥都知道，到时候给俺给检查检查，看伤口会不会啥样。那能给行好好拉什么？那坏了，我还得去，我还得往送。送回去咋样？我在城里买，咱那在家住着，过两天还得换药。哎，关键我在这家住两天的，我都，我弄啥的吧？你到人家在城里，你看在城里，他那个给孩子做饭，然后是送孩子上学，然后他能管你在城里没事，你在城里住吧，住城里方便。你干嘛？我上回哦，你我上回我都急活都不行，还不叫你打电话去卫生院？都到城里去看，到城里说吧，在到城医院再说吧。这里回，这里换药。这里换药，你赶紧把送回去啊！啊，换不了，把人家送回来，俺脚坏了，那还开了。你在城里忙的，哎，我送回来我都去，我送回来我都去。走吧，这送回来啊，嗯，到时候回说啊，换完药再说。啊，你直接把我娘再拉回来的。啊。你再见啊你。啊。哎，那去了。去吧。嗯。慢点啊。啊。今天俺妈来县城换药来的，然后上午给我打电话说马上到，我现在下楼等着他们呢。到那儿看看，叫医生看看伤口啥样。妈，不给你吃，走，咱俩去换药嘞。今都不回去了啊，妈？可不，咋的又？俺婆在家住两晚，我都讲又讲来临个。哎，出院是不是都说好了的？你这又变卦了又？在家待一天。那你这来回跑晕车了？哎，你这人真犟，哎，真把刺我了，我两位子。走，这没有车位，叫咱上去吧。嗯。碰你碰你活该，把咱治的是不轻了。咱说在城里吧，不字好说，再说就是不在城里待，家里都不家门都不进。俺在城里没地方躺，那什么回的？那是你稍微有点晕车。爸。嗯。那伤口长啥呀？那没事，伤口长了去过，就是稍微有点急。过两天还得再去。回来吧，你看我这娘都走着，我说啥不在那城里住啊？咱得把她送回来，不送回来，要是不送回来，我都不去了，我去卫生院换药了。不是，我说姐，你把药送回来，等到那啥了，上午了，俺们收摊了，俺一块回来把她送回来。那不，你说俺叫小龙，到龙人家吃顿饭，吃顿饭好像还得往回送。还不如直接送回来，我也不用翻过来给下这不是你看我这个天上还能出会天啊？你说咱不等我，我退出吧。现在是也不敢惹你，他都是高兴都是恁吧，是呗？你不是叫你那啥了？那个这个胳膊，哎呦好的，这个胳膊那叫你那啥？我去举个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嗯，我说弄不拉倒我，早点走喝吧。你躺这儿，你躺这儿，我给你带，你躺这儿来。时间呗。
他到那儿待了钟头吧，还十一点，是吧？能出事挺好。你安排的还是挺到位。